你拿我剪刀干啥？我还要干正事呢。干啥正事？你没看到这个大游行的花开败了吗？看到了呀。你不是说开败了要及时把这个残花剪掉，下次才能开得更爆吗？没错啊。那还抢我剪刀？我是在救你的大游行，你没有看天气预报吗？最近一个星期都是这种雨天，如果你现在给它剪的话，就会有伤口，那么这个伤口就会一直淋着雨。现在的天气又热，那么它是很容易黑感的。这样子的吗？有一个花友就是在夏天这个经常下雨的时候给这个月季修剪的，刚开始只是一点点黑感，慢慢的就往下延伸，最后整颗月季都死掉了。还好我没有剪。我是立夏。我是立冬。关注我们，帮你远离氧化的坑。